今天要来买跟妹妹玩圣诞交换礼物的礼物，所以看一下有什么可以买的。我打算他们各买一份礼物给她，然后再买一份交换用的礼物。A swinging Christmas, just like 1, 2, 3. We know the time is short. We blink and then it's gone. So we better make the most of what we've got. So take your neighbor by the hand and join the dance parade before the clock strikes.等一下，准备要交换礼物了，然后这是另外两个，还是我准备的，然后这是小婷准备的，这个是小鱼准备的。我是三，你是一，然后你就是二嘛。你妈让你吃大餐，你就点简餐。什么猫？这是大餐啊！我跟你讲，我本来也有想要买这个。对的。这是不是要插电才能用？因为它可以充电。好可爱哦！小四十之中啊，小熊的啊，好可爱哦，木头的，是它这种造型，是不是？是因为我没有看到里面的，它不像你这个有展示在外面。小林应该是软的，你想自己装吗？有麝香，就是潘婷密集修护，哎。这很需要啊，很需要的东西什么？可是我觉得好像是喷你们。你好了，也是可爱啊，至少是小熊。不用装好，要不要电池？是谁的小熊啊？怎么会是绿色的嘞？反正我也希望它是木头。And family, making angels in the sand you let me. Doesn't matter if it's Christmas. 专科什么？面膜，难怪蓝色，蓝色。哦，是这样子吗？哇，好像我啊，不过，不过。我昨天还好没有买，我昨天本来想说顺便帮自己买一个饮料提袋。我已经很久想过要买，结果没有买。Fuck off!是保湿护发，水润修护，这也是买的，都是实用的。他还说我呢，你也是需要一个。知道，来，请你。赶快直接不要摸了，打开就对了。这是医学嘛，我立刻闭上。真的吗？啊！他是手可以放里面的。你刚刚是不是说我去到大江那里，对不对？我买完这个之后，我骑去桃园，
本来要买你的东西的店还没有开，所以我就去买了包装纸，然后去统领。我就在统领的那个生活馆里面买。然后小婷的这个呢，是本来就有想说要买你的那个东西，后来你有，我本来是想要买那种桌历给你，但因为它有那种纸，那种比较励志的那一种，可以一页撕掉的那一种，我本来想买那个给你，对，但你已经有了，所以我就想说类似的东西，然后就另外再买这个。很肥的那一种，你看，你觉得我抽到了刚刚猫咪，给我还有一个这个，莫名其妙。Maybe it's something in the water, or maybe we just hit the end of the road. Right now it doesn't even matter. It's too late not to let it go, and that's why I wish you the best and say bye bye. Bye bye. Start to get dressed. Bye bye.姐姐快要睡着了，还没好啊，教很久啊这堂课 ，Oh my god。